日本人气视觉系摇滚组合 X Japan 于11月4日晚在香港亚洲博览馆火爆开唱。当晚的博览馆可谓是红色的海洋，现场的歌迷将手中的荧光棒自觉交叉成 X 形状，与主舞台的 X 形灯交相辉映。演唱会在鼓手 Yusuke 赤裸上半身激情鼓动中拉开序幕，一开场就出现全场大合唱一幕，直至演唱会结束，现场歌迷依旧热血澎湃。